萨一定会修阿耨多罗故，三世之佛一样，三世之佛还是也是修，三世依阿耨多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是无上，无上的正等正觉的修，无上的正等自觉的是你基咱的主心，咱的佛心，因为我们那个佛心无相。因为无相，所以没有上下的分别，是叫无上、无量、正等。它这个平等一如的等平等，没有一个平等可得。因为如果还有一个平等可得，就有两头。所以它是正等。正等的意思就是等平等、非平等、是名平等。我们假一个平等来收那个平等一如如如，这是借文字的方便。但是你要证的是无上，根本连一个平等的相都没有，能起平等的心也放下，有一个平等可得的境也放下，那个才叫无上啊，无上正等啊。是不是正觉？不仅是正觉，觉是正觉，这个觉已经是不落在两头，他已经告诉你无上。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个能觉的心，还有一个所觉的境，你还不是无上啊。这边阿那卡瓦多正告诉你无上的正等正觉，为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三世诸佛一样。所以佛菩萨一真正要真能够证悟到一切的本来面目，在禅宗共有一个叫本来面目，我们一般都叫法身，对不对？这个净土宗叫做常寂光土，无般若波罗蜜多，无阿多，是般若是佛母。成佛之母，没有般若成不了佛。你说你成佛是你说的，真的，你想活着觉也，那个觉，那个觉是开课上面开示悟入里面，是不是？不是用嘴讲的。你的心门无开，心门啊，那个门，那个门无开，开，那个门无开，那个菩提心是啥？你怎么样知？是，你别知啊。啊，因为开，内面到底是啥？是，悟的清楚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没有讲的啊。你心门一打开，就在那里啊。悟，你清楚楚啊，那一清楚楚，能跟所都不执着不攀缘，就跟实相相应，就入嘛，入就能跟他不二啊，开示悟入就，那些佛菩萨的慈悲啊，来讲解开示悟入，底心一个开也就含示悟入啊。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门开起来，内面物件搁哦，搁第二步搁看嘞，未？开起来内面啥物拢着清楚你啊嘛？啊，你啊，你我着创啊做清楚，我嘛知影有得啊。我着是有知影讲悟，我着知影嘛，我着快了嘛，知影有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空间内面到底藏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看到是悟了嘛，我看得清楚楚，不明明白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看做清楚，做明白，这个清楚明白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你那个不二的心呐、啊，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可得啊。啊，我就借这个刚好把你，这个本来是后面才要讲到的，啊，先跟那等你讲啊，让你给先知啊，就得开示悟了。唉，前面说在想，为什么用这个开示悟这四个字做什么？哎。
们学中文的都在那想，那开示物理上，啊，原来如此啊！这是佛菩萨的方便法，他慈悲呀、啊。你跟你讲一个开地不一定清楚，跟你讲一个悟力嘛不清楚啊。啊，跟你讲一个开示悟入哦，我来翻清楚。其实开示即悟入啊，就一念心开的这个呀，一念心开。一念心，这念心，你这念心放给我，你这念心清楚我明白我对不对？开的话就畅通，无上的正等正觉。所以六十五页家，你看六祖慈悲，不过我记得好像第一段好像有讲哦。对，有。我刚才讲嘛，善知识哈，摩诃波罗蜜是梵语。因为他只是把那个音翻过来，因为要把他的意再翻出来，用中文翻出来，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贴切。有不同人家贴切的心，一种不翻，不翻的是讲的看咱有法当用心去印心无。所以在这个无把它翻成中文的博文哦，大家要特别注意，得讲这个其实。是这些翻译的高僧，他也用心良苦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好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只能够心领意会，只能够以心印心，是不是？这不懂用言传的，言语就道断，对吧？因为这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如实的印证的功夫啊！啊，你那给谁规波光做佛佛一口的好般若道甚好？但是终究我们必须借语言文字来说啊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不能说也得说，啊说只是为了使得方便。和有缘的人，我能借那个方便而能够印心，对吧？那个究竟的彼岸是什么？那个诸法的空相是什么？啊，大家别再调到文字哦，别再调你语言哦。文字跟语言不过是一个方便啊，是那只船啊，那只船啊不是目的地呢，那只船啊准刻画的里船呢。啊，你若调离尊那就差呢，好、哦，就叫法执嘛，对不对？法的执着啊，啊，本来是方便法，造成必不方便，因为执着就不方便，有所执着就有烦恼，对不对？就有苦报。你若无有想这情况，你就反省看，所谓苦的感受，所谓苦的报应。因为你执着，你攀岩它，你不执着不攀岩，苦从哪里来？苦也是缘起的嘛，所以佛在说四谛，苦谛的苦，苦的真实意，苦的真实意并不是要叫你去感受到我好苦，好苦，好苦，不是，他在告诉你苦的真理，苦的当体是空的。苦也是缘起的，没有自信可得啊！你这念心，你这念心清楚明明白白说苦在哪里啊？谁在受苦？是不是？哪一个我在受苦？哪个我啊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这所有的我是假我哎，是不是？五蕴合合的那个我啊，五蕴啊。五蕴所合合的我，那是假我呢。有照见五蕴皆空的我啊，那我，信不信？那个，你说假我，但是我为什么会现在讲话听得到？我的嘴巴为什么会能讲话呢？因为我们的那个自信妙有。真空中有妙有，真空中具足妙有，这才妙啊！
啊，妙有呢，无碍真空。因为这个有是假有，所以因缘生因缘灭，无自性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在妙有的当下，是不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不离空性，都不离那个真空？那我离真空，起灯糊涂了，迷糊了，所以都抓住那个有不放，所以没办法证到那个毕竟空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证到那个毕竟空的时候，你时刻刻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又不执着又不攀缘，啊，那个就是婆罗蜜多啊，那个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实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婆罗蜜多翻成到彼岸，这也是方便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彼岸可到，那就有两个问题出来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彼岸，就表示有此岸，那就有彼跟此的分别了嘛，的对待了。彼跟此的对待，这个就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跟你还有相对待，所以你就还没有真正证入诸无法空相。因为诸法的空相是不生不灭，有彼跟此的相对待，就有生灭，有彼跟此的分别，有分别就有垢净。但是诸法的空相呢，不垢也不净，信不信？诸法的空相呢，不增也不减，再胜不增，再凡也不减。但是我们一旦落在相对待，就有比较嘛，这有高有低嘛，这个有多，这个有少嘛，啊，这个差别你到的比较我还要少，我比你多，你看看，那你多到一点增，那我少到一点减，有增有减啊，嗯，现象界这个有增有减，那我最任性呢？不可以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我心得起心动念去，一起心一动念有增有减。我现在不起心不动念，我清楚明明白白，但我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就是道别。所以如果我们执着在文字上的话，我们会把彼岸看得有彼跟此的相对待。因为在座你们，我相信你没听得懂，但是很多人都会迷失在这上面，啊，迷失在这上面呢，或者修个万金经，更加认真讲一些嘞，你起我盖厄盖厄啦，你根本不得了啊，也不够深闻研究，因为你跳脱比出去的相对待，深闻研究还有肉，它有肉，因为它有一个空的执着法执。第二，如果你抓住文字是要道彼岸，还有第二个问题产生，有个道，水在道，那就表示有个能道的能，有一个守道的静啊，差。所以学佛，你看妙不妙？学佛到最后，你真的是要扫掉一切，一空一棒啊，一空一棒，我怎么讲？我接下去啊。一空一半，都不执着不攀缘，舍得干干净净淋漓尽致，于绝处不留情。看到这里，我讲啊，老师这喜欢搞个中国经呢，绝处不留情。绝处还不留情，你们已经到绝处了还不留情，你们彻底到这个地步啊！真正能够做到绝处不留情，真空才能够具足妙有。嗯，各位如果真能够参透的这一层的时候，你在修行上你就比别人能够突破一层。
吗？这个绝处不留情，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证入那个真空，毕竟空寂。在那个毕竟空的当下，你清楚知道，哇，原来具足妙有，妙有，别应得无，唔应呢？那是妄想。啊，别应的，迄个无到底安怎来？你去找我咧，因为真空。啊，你讲真空无吗？有啊。你我要讲话，就要当讲话啊。哎，我要看物件，就当看物件。啊咪。啊，所以到底会当看物件，会当听的声音，迄个是对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上，也不在下，在哪里？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啊，在舌头嘞，啊，味觉啊，那你眼耳鼻，色声香味，对不对？触皮肤感触，就在那里啊，你不能否定啊。这就好啊，即摆确定啊，我有感受到定无有啊，我都毋是插头咯，我哪会？是不是？啊，我的灾，我的不生华相啊，啊是生华相安尼啊。啊，凡夫的生华相啊吼，会去烦恼烦恼。等下插嘛，我等下免啊去外边休息，啊我袂去阿吼，啊起烦恼。啊，像我这分段也好耍。我听你，我听你从董事那边过来，啊，给我老的，啊，这都我老天爷别跟你讲，啊，喏，你想讲你带没想过，我就不该不会给阿豪，叫阿，我刚才到那个大礼堂已经呼噜多，那你要不要过来？我又懒得去跟人家借衣裳，那就走过来就好了。没有那个本事啊，说我走过来鱼都鱼不到、啊、我心里有没有动念呢？主要我心里有动念、啊、就好啊，那您就没有动念，就这样走过来不啊，我尊啊，你马上就干了嘛。哎，蛮饿呢，我是静静吃一分大块吃啊。是啊，我好耍，还到对对，唔知我蛋糕讲。你说从哪去当鼠尾，看到遐，你嘛出来耍皮球，我也好耍。哎，去到对对安尼，啊出来对晴空万里，你还怎讲你也好耍？啊是哦，干脆不演。好了哈、哦，这个是大重点。第二重点，他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摩诃般若波蜜。一定安啊，心行，不在口念，你知道？这真重要。你茫甲嘴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那你就悟道了。念佛的人能够念到呢，能够证入净土的，是因为他心行，借着念佛那一声佛号，六根归一，归一啊。归的那个一就是指的我们的自信，所以他必须借有念，由这个有念念到那个善乱心都已经收拾在一，由这个一而又能够证入到所谓的不二，我就跟他说了，不二，你看我都跟净土那个相应，所以重点在心行。真念心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去印心，实实在在的真的证到诸法的空相？因为诸法空相不是用嘴讲的，因为那个主性，那个本心，本地人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诸法的空相。因为一切的万法也无自性可得，
啊，我们这个觉性，我们这个空性的具足的觉性，跟一切万法的空性呢，不二。所以有情众生，跟无情物的无情物不相干。无情物啊，山河大地这些无情物，它如果从哲学上讲，就讲本体论。这个本体，你追到源头，质子啊、赫啊、原子啊、老啊，搞不太清楚，天天跟个在啊。追到最源头，是不是就是一个能量？能量代表什么意思？它代表它在空里面，它充满无限的能啊。就像我们说，真空中具足有无量的妙有啊，是不是具足有那个觉性呢？一样的道理啊。只是那个无情物呢，它只是一个能量。那有情的众生呢，它就是那个觉性，一觉。所以哪有一个我可得？所以这里面是第二重点，心行不在口内。如果你只有嘴巴在内，心无法能印心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，我常跟各位提醒，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你参加法会也好，我的机缘，你就要借大众多里下的有功的时候，我们心也比较容易松懈的时候，其实重点在那一念心有没有清清澈澈、明明白白。我在诵经、纲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这一念心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我的心有没有跑掉？我的心有没有胡思乱想？对不对？我经诵到哪里，我的心得到哪里？不仅到那里，还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因为所谓经所讲的东西，咱的思想波，咱的祖先，那个心法，文字不过是一个方便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不生不灭的本心，说的就是那个不垢不净的那个空相，说的就是那个不增不减的空性。啊，所以。爱杂工借在诵经的时候能够体证到心里面的那一部无字的经，没有文字的经，念佛要念到怎样讲那个自信的那一尊佛，自信佛啊！哎，我咧讲你蛮真啊，到尾去诵经个心啊，想讲我心内有一部金刚经，安尼插。还讲无字啊，无字就无相啊，对不对？你若正道列实相，你那个实相就是《法华经》嘛，你那个实相就是《华严经》嘛，你那个实相就是《大藏经》嘛，无上正等正觉不是《大藏经》吗？藏的那无限的宝藏啊，妙有不是无限宝藏吗？妙有啊，一即一切啊，不是《大藏经》吗？是不是？而且那看会到《大藏经》啊。是不是？哎呀，看不见，大藏经不得了，大到自大无外的大，大藏经的大，它藏的那个宝藏自大无外啊！一部经，一部经大个嘛，啊，那侬讲晓得，一个柜子里面的那个大藏经，是不是？佛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文字，它本身。懂得你就知道那里面都有提醒你阿那修的妙法，是咱来先调的文字啊，就把它那个大藏经，那不就是已经告诉你那个修行的那个妙法就在那里了？你要修的就是你那个本具的那个大道自大无外的那个大。是不是？那里面呢，宝藏那个藏的宝藏是怎么藏？华宝、华藏、华宝，万华都不离自信，自信能生万华，是不是藏？
宝藏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心即法，法不离本心啊。啊，你是法王啊，是不是？那就经啊，经就是常言，经就是法也啊。一部大大藏经看到了，一部大藏经大家拢有。你爱你，你讲大家拢有，你爱听有咧，无咧，大家惊着咧。我无白讲，我有，我敢讲，我谦虚的，谦卑，谦卑要再谦卑。讲说请教一下哈，那个很多经典后面都会放着心经，也用意。这是要印证的啦，还是讲有心要用这经行给人的，才会高深大德。他其实是用心良苦，因为般若经浩瀚这么多，活在四十九年说法当中。其中有大概22年都在讲般若经，啊！你讲咱穷一生的时间够可能把所有般若经拢念出来，不可能。那你看这佛真的慈悲，般若经的精要，它的精华就在那个268，能把那个背离的心经来。这是真理，这是真理者、实理者、不异于者，就在那个心经里面。所以，伊就是你头前看这济、看这济以后，伊即马甲你万法归宗，万法归宗，你收摄在心经这部来。所以我很多人开始嘛，你讲嘛，对不对？心情就好嘛。尤其伊头前甲你讲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看，马上啪一下，舍利子，色归空，空归色，你看伊发音样，发偌大声，哎，等于讲伊放歌呢。难度高啊，听好。是不是？当头放歌呢？色不异空啊，空不异色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还执着攀缘色，色因做什么？色空不二啊，干净。你当下根本不用再去思考分别了嘛，啊，当下心里疑问，啊，行，色空不二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我就翻，就得翻《夜郎辞》啊，我跟你讲。易经呢？啊，咱袂使，咱袂使那溜滑梯啊！亦复如是啊，这鬼！亦复如是，你还讲受想行识，就如色空不二一样，受空也不二，想跟空也不二，行空也不二，识跟空也不二，那你亦复如是。所以。五蕴合合，五蕴合的无自性可得，那五蕴的没蕴呢，也无自性可得，这不是觉知不如其吗？哪有一点可得？那众生不能参透啊，不能参透，我们就被受想行识优劣照啊。那就色蕴、色身四大，对不对？那就有四大优劣照呢？啊，那为什么色身会那么苦？那叫四大优劣照，地大、土大、水大、火大。你看咱的百姓都离不开四大，每一大好像这个他们这个中医大概有，好像一共有100几种病嘛，101种的几种，好像我忘掉了，数理我都差，离不开四大的家，病就是在四大里面。啊，这个色蕴里面这个空吗？那外这个色蕴，面对着透过这色蕴，六根在对六尘里面、六境里面，你要去沾灰尘，
还不亦乐乎嘞，不亦乐乎到甘愿受伊安尼溜咧走嘞。因为我甘愿，我无爱，那是你嘴咧讲无爱。等你看到水的物件，你就溜咧走，会溜咧走啦。钱较济嘛，退出嘛，甘愿。有钱的嘞。后面有一个，比如我现在已经讲到那里了，有人说，真的是感动，甘受屈辱，众生好啊，可怜。外迷着。外迷着在这个诸法的空相，你就在所有的一些相上。内呢？内你被什么所着？内抓这个空不放，迷着在空。这你还不错嘞，你还证到空，但结果你抓着空不放。那凡夫嘞，被受想行识所迷，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所迷啊。你还受这个受想行识所迷，甘受受想行识在那边屈辱，细论。为什么会甘愿？不是你甘愿啊，你都不知不觉你就甘愿，对不对？你也知你就不爱，我就赶快被解脱啊，是不是？细论，所以心经重要，没有错。你能够真的，所以这部心经，我都很奉劝各位，你一定要把它参透，受用无穷。每天更加无时间，哎，更加无用。下山时啊，起来先坐一下的时候，把心经用起观照的作用，就是说你用默念也没关系，你要口念也没关系，但是口念心行，那念心要到，那个心爱清澈，那个心爱明白。能念的身边哪个力量，谁在念的那个要清楚。不仅谁在念的那个谁要清楚，甚至你从谁在念的那一念的清楚，再进一步到进入到连那个谁都不起，而真的证入到能所都双明，进入到实相。因为还有个谁在念的谁啊，你还是有漏，但是你如果能够借在诵心经，已经怎样那个能念经的那个点清清楚楚，已经不得了了。那个理，那个理，要理理要到那个实相，已经足紧了。啊，但是你要去换一步，要去换一步才行。谁参华佗就是参佛，谁？啊，毕竟你参一个谁出来，那哪个可以屌你功？有一个谁在那里？那还是秦牛在找牛。你秦牛找到一头牛，那头牛可能就不是你原来做的那头牛。因为你找出来的牛怎么是那你做那头牛啊？空里面再找一个空，那就不是本空啊，本性本空何待你找啊？你找来的空就不是本性的本空啊，它本质具足啊，那边在吹，上哪里吹？本质具足啊。所以我想讲，这是已经学会去了。你最近会当达到讲教讲，哎，我谁在诵心经？你的亲自已经拜拜，已经不得了。
恁若毋是，恁若一工会当做迄地步，你会发现到讲，哎呦，今天怎么送完之后，整个身心都不堪。咱讲，咱讲佛教佛经常讲讲甘露灌顶，有没有？甘多啊，甘露灌顶。你就会真的会觉得说你今天走出来看到我好人好歹人好，你都感觉说都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你放一看这很讨厌，你怎么不讨厌？你放一看我这你特别喜欢，你现在也不觉贪爱，平等一种啊，心经就好重要，但是要送到口念心的道，对，所以人到对心还到对，我已经送到对心的里向，不仅里向，还个清清澈澈、明明白白，迄、那个心是明明白白菩提心，唔是迄个散乱心，唔是迄个得失心，唔是迄个生灭心。菩提心的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哎，生灭心就是意识妄想出来。你看那个分别头，会起生灭的那个就是意识分别。所以心经放在后面是有道理，用这一收拾，这心经也是一个咒。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的地方。你看看一部心经，他最后给你收摄说，他就是大神咒，他就是大明咒，他就是无等等咒，够了，就是这几句话。头前讲的，就是你讲讲，这就是大明，这就是大神，这就是无等等嘛。你没拿证，你没搞那些大神咒，没证到那些大明咒，没证到无等等咒，你就必须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该告诉怎么行门呐？怎么行嘛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我这个公告的。啊，我个我不清楚，要紧。舍利子，赶紧画一下，赶紧。这归空，空归色，给你收一句，哎，师父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师父，空中无色，空空空空空空空，空到底啦，空到底再告诉你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圆满。心彻彻，你有法度人借这心经，点开传你的心，那是你过关斩将啊。贵我观呢？我先安尼贵什么观？贵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啊有了对不对？空中哪有受想行识可得？放掉啊！你都梦幻泡影啊，都如露亦如电啊！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哪来的眼耳鼻舌身意？那都是也是缘起缘灭啊，生灭不住啊！啪啪啪啪，哇，整个都淡掉，淡掉，淡掉，切出不留情，淡在高位，连无名都绑回来，你看，都不执着，不攀缘，灯的亮啊，那个无名，空的亮啊，空的是充满无量光，无量寿啊，啊，既然有无量光，无量寿，哪里还有无名啊？那还需要无名见吗？还需要把无名灭掉吗？光已经来了，就没有黑暗了。还是感到黑暗，那不是多此一举啊？是不是？绝处不留情。但是妙就是空，要从空里面空观证进去以后，要从空里面再翻出来证假观。所以在证那个假观，就是要能够，那知道我在唱歌。要能够在假观，就是对于所有的六道
都能够来来去去，都能够不沾灰尘。空假中，啊，不你刚证到圣门圆觉，都在空里面，你还要能真空妙有啊？啊，妙有是什么？弘法利生的是妙有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是妙有，众生都度尽啊，而为众生可度啊，妙有，是不是？躲众心没有众生可度。我不着一走相，就像我们常常讲说啊，做过就了，行善法，但是不着不执着有个善法可得，这就是妙有，是不是？心经的是这样，所以最后收在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部心经也是重啊。重的是我都用言文之功，那个就是说的密意密语。前面那个慧明，慧明法师有没有？慧明啊，你们说上手传来那个密密外，还有没有有密刻的？乳肉反照，密在乳边，不就是这个吗？那个就是咒啊。就没当供呢，秘密都是秘，你不能言传，言以道断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你看那个《心经》到最后还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那是不能欢的。那你要真欢他的意思的话，你就要很感动。他意思就是说到彼岸到彼岸是大家都上彼岸了，不是我一个人上彼岸。这个就是佛法，佛法让我们感动的五体投地就在这里，不是你一个人成佛，是大家都成佛啊。因为一即一切啊，一切即一啊，是不是？众生本来是佛嘛，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众生还没有成佛，这个佛就还没有圆满，依旧没有圆满。所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不是佛还没有证，是因为众生还没有度尽。佛的成佛总没有成佛，是众生还没有成佛啊！你忙来，信不信？啊，你都不成佛，你不来，那不可，你会来不可。哎，没有啊。这是一个重点，口念心行特别注意。如果你只在口念，就像幻化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因为。但嘴巴在念那个声音是有生灭，生灭就是幻化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，因为有生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摸的大我就不再说了，心量广大，广大到自大无外，自小无内，因为它无相，对不对？无相是空，无相无住，所以底下它从方圆大小来供，没有方圆大小的比的相待，对不对？没有青黄颜色的相待，颜色也是比较出来的。上下长短也是啊，甚至我们有情众生会嗔啊，会喜啦、啊，是非善恶啦、啊，都会到自己家里颠颠倒倒。真正证悟到那一个无量心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落在相待上。相对在上，但是不落在相对在上，对于现象世界的这些相待，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像镜子嘛，镜子这是大，这是小，它还是把你照出来，不是一摘一摘啊，但它不生法相啊，因为它还是一样的没有动啊，应而不长啊。而且这个应是物来则应啊，不物去不留啊。
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，对吧？啊，你个人来就该救你个人，会做的人来该救会做人。好吧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你们敢不敢接受这样的知见？你要有这样大丈夫气派啊！你们讲，我是持净土的，哦，我讲这个，我干，诸佛的刹土，刹土就是果报土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修，也必须有结那个善果，才能应报到那里呢。咁样，那阿弥陀经是光做清澈嘛，你爱有生观的迄个果，有什么因，靠活动到有那个果的报，一念不生的因，一念不生的无业，一念不生的因。你都不可能抱在那个净土西方净土上，对不对？这叫果报，你不接不别人去呢。所以讲两分两分，取那点心心无无印心，我讲做到一念不生，阿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门开无要开不给你，印心无门无要开给你，你门拢开开啊，你爬不去的。阿弥陀佛，手拢出来，要甲你救救袂起咧。你要让阿弥陀佛甲你渡去，你得爱有迄个搭上那个桥，就是一念不生。这样子我讲诶，这是阿弥陀经讲诶，一念不生，所以那叫果报土。既然是果报土，会不会成住坏空？什么时候的会空掉？众生度尽、因为只有一个众生还没有成佛，还没有的话，他还会有这样的受果报嘛？他还要在修啊。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是为这个化缘的、收留这些的小功夫啊，我嘛想要开开发，啊，我都靠不到的，会生佛啊。来较进修一下咧，哈！我是修，我搁来修，落来会较修。伊是甲你收留去啊，互你进修一下。进修以后，你还搁落来呢？你嘛讲遐进修以后，你这免客气呢，你嘛还要再来，还在娑婆世界客气一下呢，客来贵官开山呢。伊伫遐，伊遐甲你搭充电，啊！要说你就跟如来的东方净土一样，一样。你不修改，你哪会当去改？阿赤佛国相继佛土一样啊。你不修那个鼻根圆通哪可以？相继佛相，他修的有那个法门，就是鼻根圆通。修鼻根圆通跟意根，因为它那个香不只是指的是借闻香反闻反照自心，而且呢，它是可以让你直指心性。修的那个香是什么香？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自见香，功德具足者具足啊。所以相继佛土、阿赤佛土、相继佛土都是大菩萨呢，不得了。因为功德具足了嘛，戒定慧解脱、解脱之间都具足啊，大菩萨。所以大菩萨印起刚才他都讲讲，戒香那个鼻根的圆通啊，鼻根到圆通，
借那个鼻根呢，能够闻，能够这个证悟自性圆通，怎么圆通？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具足，功德具足，那才叫圆通啊。那如果众生都成佛，那还有净土，那还有秽土，没有秽土啊，啊没有秽土哪来净土？是诸佛刹土净土虚空，净都一样。这是无上圣的佛法才会讲到真谛。所以学佛是大丈夫，是不是小鼻子小眼睛能够修？这个人能修我讲啊，我拢刚才爱接爱搞大家。这是达摩祖师就讲过了，达摩祖师，你别。闭关有没有？啊，面壁，人供啊。妙法莲华经里面也有记载啊，佛被送到无生妙法，不是那些那个声闻缘觉就离席而坐而去吗？小鼻子小眼睛，妈的！收到那个真空妙有一个被照啊，跳回去。此辈供高我慢。够高，他以为他的不得了，真空心，不知道真空具足妙。你跟你讲无上妙法，你听听，你别走，赶紧走，是不是？那是煽情呢，佛还开始在讲呢，但是都不讲直，有没有？情是直，因缘不搞，别讲了。啊，既然不好啊，好啊，别讲啊，好啊，我讲啊，别讲啊，你看，因缘不搞，都不懂。所以无上妙法一定要因缘搞嘞，马公因缘不搞，讲这条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福德因缘，真的，我那天我们在那个师父生那边开会，他们说。这么因为要进那好博士班的上面，博士班的课，你买亏的，我讲我叫那种单位，你讲惯习啊，你要叫我去个《法华经》怎么说，那个《妙法经》怎么说，我遐老阿婆，遐老阿公，他照来了，就是，啊，你去过吗？你敢没听去过？是不是的？真的啊。哎，院长，那个住持法师马去请过，是啊是啊，伊的一年的行家哦，啊，伊也够叫伊安尼讲哦，真啊，遐大家拢困，容易啊，啊，你讲你叫我用安尼讲埋山，哎，我用学术方法来讲埋山，嗯，你我李玉硕，李玉硕的开过佛学专题啊。师大一个研究所，国研究所的那个佛学专题是我最第一个开的，那时候根本没有，大学部也没有，我开始开佛学概论，开始开佛学专题研究，后来我写哦，学术公共在打开博士打了买药，我干脆就是。丢一个题目，让他们自己去找资料上来报告。你都博士班啊，那刚好有在，工资高，厉害。后来我想，你们既然这么厉害，那就用《金刚经》，不要这么窄修课，《金刚经》就分成十个段落。为了研究一个段落一个部分，我讲的头头是道。因为起来讲的是你来去准备偌济，我认真咧准备，然后你在那听，你上去拍就好了嘛，多好。
研究所有时候也很轻松哈，因为他们自己会不轻松啊，因为他们是其实是脑筋都还不错啊，都到一个程度啊，你要能够讲得到他们讲，哎呦，我丢嘞，啊，我今天不想的哦，啊，这没有得丢，谢谢，他们处要因他会走。这个是题外话，我跟他说，在师大开这个课以后，我文化研究所调去开课，因为他城区部嘛。那天我在开课的时候，我像机缘时刻，我一般我不也，我优秀啊不得了，因为其中有一个好像得过什么奖，嚯，致富啊，才华横溢。因为我开始不知了，我上课你敢用问题，你问的是有别人讲，讲头头是道，我那个赞叹，哎呦，哇，你这个悟性真这么快！阿伟的同学在看，说老师你知哦，我一样的啦，我欢迎哦，洋洋得意呢，学会难过还安尼，安尼自己这么得意。我这样一般才这样子，我伫有迄边做个，佮改变掉个啦。开始就开始，研读一部经《金刚经》。等伊开始咧报告时，我来专心咧看伊安怎讲。唔是刚刚比较早一个问题，你怎样讲他到底那个知见有没有正知见？因为这才重要。你如聪明都搞晕啦，如致富足惊的惊讲，已落到邪见上去，是不是？那个学生到整部《金刚经》全部讲到邪见说，他真的起来讲一句话：“啊，你讲我今嘛开始唔敢致富，我做悟性，不敢讲。哦，一部《金刚经》搞我怕一下，我总感觉我是重要小啊。”如果能够这样讲也很好。金刚般若呢？你这跳到刚真啊，到金刚般若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你能够学会这样的谦虚也是好事啊。他能学会，这个小孩还不错，他还真能够从当中马上一念反省自己。所以有些时候哦，这个人生的因缘真的很妙，但是绕转了半天，终究有心想要圆满。这个